谢谢吧。嗯，能力一般，水平有限，是难为大伙儿这么支持，这么捧。哎，在中国相声界，比郭德纲强的，比德云社强的有的是。不要给我得罪人，你们啊！好好说相声，养家糊口，有这么多人支持我，是已经非常知足了，满足，挺好，是吧？对，这些年我越来越觉得我有点像唐僧了。怎么像唐僧了呢？第一啊，我跟唐僧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名字多，名字多。唐僧，唐三藏，唐长老，哦，玉帝是玉帝哥哥，呵，都算名字。你看我也是哈。您有什么呀？郭德纲啊。坑亲王，嚯啊！有郭麒麟的粉丝管我叫爸爸，啊，有张云雷的粉丝管我叫姐夫啊，嗯，怎么都是你们俩人啊？啊，逮谁想嫁谁，这是名儿多啊。第二个呢，就是我们都是替祖师爷传道，哦，替祖师爷干活，嗯，替祖师爷收徒弟，嗯，给祖师爷打工，哦，祖师爷还不管饭，不管饭。第三就是我们都让妖精惦记着啊！怎么吃一口唐僧肉长生不老？嗯，骂一句郭德纲大红大紫啊！嘿，好嘛！最后一点就是我们俩特别相似。怎么？他身边有一个猪八戒。嗯。啊，我呀，别往我这儿说。你哥俩，我们俩好的就跟一个人似的，关系不赖。我们俩就是一条绳上的蚂蚱，不是。一条船上的袜子，什么一蚂蚱的袜子，嚯，一双一袜子的一袜子，这不是还裤衩的袜子，什么呀这是？咱俩什么了？多少袜子？没有一根绳上拴的蚂蚱，一根绳上拴的蚂蚱。对，哥俩就好的就跟一个人似的，可以这么说。为了你，我也得好好的说相声，好好干这行，咱都得好好干。你要真有个三长两短，好家伙，你想连孩子带你媳妇儿，我这个负担说用不着你，用不着。在这个相声的舞台上，郭德纲只占20%，那80%呢？于谦和他的家人，哎，哈哈，就靠你说他们呢。真有这个道德表演技术家们指责我，还技术家？哎，老说人于谦的媳妇儿，说人于谦的爸爸，说人于谦家里的事儿。嗯，哎呀，怎么了？这玩意儿，哼，你以为我在台上说于谦的媳妇儿，嗯，我就那么开心吗？嗯啊，你就这么开心，嗯，你这都让我看出来了。我打7岁学艺，嗯，我7岁学评书，9岁学相声，哦，80年代末又唱了5年的戏，哎呦，为了生存而已，嗯，说相声我是捧哏出身，哦，也是捧哏，我在桌子里边站了10年，10年捧哏，桌子外边走马灯一样的换逗哏的演员，哦，谁站这儿谁说我，也说呀，郭德纲他爸爸怎么着？哦，郭德纲他媳妇儿怎么着？嚯，没有办法，嗯，挣的这份钱，是那个节目就是这么设计的，角色谁在桌子里边谁来那活儿，嗯，不是说我们人身攻击如何如何，那没有，除了才艺展示类的节目，代表的是演员自身啊，学京剧、学唱歌、学评剧、学这学那个，是以我的身份出现，其他的就是俩人讲一个故事，可不是吗？故事主人公第一就是我的事儿。啊，第二种方法就是他的事儿，对，第三种就是我们两个之外的事儿，说别人也只能说是我们的亲戚，是吗？我们不能说观众啊，说观众不行吗？哎呀，今天这事儿说的是这谁的媳妇儿啊，偷着摸摸找我，如何如何，怎么怎么样？哦，啊，你看他就是，你看坐那边就那胖子就是他们的事。哎呦嚯，这没等说完打起来了，那是，也不能说别人，嗯，哎呀，这个事儿就是门口保安那姓张的，一会儿他后台打我来了，嗨，所以说这个就跟演戏是一样的。嗯，你看个电影啊，这管这叫爸爸，你知道是假的。嗯，你看个电视剧，这俩一被窝睡觉，你知道是假的。嗯，看个话剧，一举枪，当那躺那还哆嗦，你知道是假的。嗯，他怎么到我这儿都是真的呢？是不是？对，你说你这个智力为什么要买票？是不是？这嗨，听相声图一个开心，哎，就是这么简单。而且您记住了，嗯，文无第一，武无第二，这句话怎么说呢？艺术没有真正的第一，唱歌大赛。你们评了张三第一，一定会有人骂街，说是黑幕，不喜欢，因为他喜欢李四。哦，因为艺术这个没有真正的意义上的，他像体育啊，像什么化学试验的，他必须是那个标准，他没有。哦，不能那样评。没有，你花8亿拍一电影，卖15亿，我就告诉你不爱看，你也不能枪毙了我。啊，对，那就是不喜欢。所以艺术类的评比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第一。哦，因为它不科学。是，这叫文无第一。哦，武无第二，就是武术、体育。永远会有真正的第一，
永远能评出来吗？从这儿到那儿，咱们跑过去看谁快。嗯，比如我跑了一个，3分50秒，比如说吧，哦、跑过去，嗯，该于老师了，是跑了4年，我，对吧？那我就别参赛了，我就。然后基本上你们都得认为我跑得快，那就是您跑得快。你所以说吗？嗯，文无第一，武无第二，是。所以这个东西不能真正的用这种谁与好坏这个去争竞，不科学。是，就记住那句话，嗯，只要我喜欢，我管他谁媳妇呢？啊，哎，你冲我说什么呀？这什么话呀？你这叫就说这个意思啊？我明白这意思了。反正能跟谦儿哥合作，对我来说是个幸运的事情。哦，人好，您又捧我。家有钱，我刚才说了嘛。啊啊，是说了。他曾祖想当初是说过了，你不告诉您说了吗？家里有钱，嗯，人品好。哦，真的，前两天我们在外边演出的时候，谦儿哥就那么难受，还坚持上台，那是应该救场如救火嘛。不是你怎么了？不行，啊、智齿太疼了，太疼。智齿啊！哎呀，智齿！哎呦，智齿！咱也没有这，我也不懂啊。赶紧安排人送他上医院。是啊，到医院大夫说你呀、啊，注意啊，第一 啊，少喝酒啊，少抽烟。哦。再上厕所别坐的时间太长。你这个属于是内置，你先等一会儿，你先等一会儿，你会耽误说话。这叫智齿吗？这个，智齿是痔疮啊。反正离着不太远，差远了啊，差远了。智齿是牙，您这牙痔疮是这个。哎嗨，惊讶不管用。哎呦，这人呐，特别的，特别让我们感动，觉得啊，特别感动。就包括那次演出也是，头上场，哎呦，腹泻。闹肚子腹泻，哎呀、嗯、就是火大了腹泻，是头上场，这怎么站不起来呀、啊、这个人啊，哦，这怎么办呢？真有老观众有认识我们跑到后台来，没事没事没事，赶紧去买那个，买5个玉米，哦，拿其中的4个赶紧给他煮汤让他喝，喝完就好了。这四个喝完就好了，还剩一个呢，喝完不好拿那个堵上、嗯、对，没听说过，就我们的老观众啊，直接买一个不就完了吗？贪污浪费是极大的犯罪。好吧，不是什么。所以于老师今天于老师带着玉米上来演出，没听说过，别掉了，不行了，大不了向于老师学习，别客气，向于老师致敬。您这客气，挺好，人特别的可爱。嗯，我们是因为从小在一块儿，嗯，我们那会儿学相声是什么呢？曲艺团一招生啊，他会有一个学员班。对呀、啊。曲艺团没有文凭啊，嗯，就给这帮孩子搁到戏曲学校，哎，用戏校的文凭。你看北京戏校、天津戏校、上海戏校，是单有这么一个班，是这帮说相声、唱大鼓的曲艺的孩子。啊，曲艺班在那儿，文化课我跟人家是一块儿唱。是，哎，完事最后这儿给一个文凭，是这个意思。没错，就我们都同学，比我大4岁，哎，我们竟然一个班啊！您的意思，我蹲了4年班是吗？说相声是天底下最简单的事情。是吗？但是说明白了不容易，哎，说好了得下功夫。你也会说话，嗯，你来听我说话，嗯，你还要花钱听我说话，这是为什么？哦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哎呵呵，这是我的托儿，这是。哎，那我花了钱了啊，嗯，所以说难就难在这儿。嗯，那会儿老师头一节课就是把嘴里头的袜子都掏出来啊，什么意思？我们那个老师说话可损了都啊，把嘴里的袜子都掏出来。那意思是说话得清楚，得干净利落。说话不清，钝刀杀人。这上来就说这钝刀杀人，头一节课，什么意思？为什么呢？啊，你看这个北展剧场坐满了啊，将近3000人。是，无论您坐在哪一个角落，每一个字儿清清楚楚送到您的耳朵里，得让您听明白，不许贪污任何一个字儿。是，就跟杀人似的，这杀人刀要快。哦，要钝刀杀人，痛苦太大。说这玩意儿太深奥了，这比喻。举一个小例子啊，于老师，哎，这好，太开心。这玩意儿他痛快着呢。那是，大年三十还过节。大年三十，于老师合家团聚啊，这高兴。还是于老师的生日，还这双喜呀。而且今天中彩票中了1000万，三喜临门。哎，这个时候来好消息了。什么消息呢？于老师要杀头。哎。什么好消息对我都没用了啊！嗯，来一帮差人衙役，哦，给于老师押走了。是，开刀问斩，是杀头吗？送到北京菜市口，菜市口是杀人的地方啊！给于老师全扒了，
还全扒了，衣服、裤子、袜子、裤衩全脱了，我光着了，一丝不挂。哎呦，找一根绳子，嗯，这根绳子当间一叠，叠成双着，啊，打脖子后边耷拉下来，哦，开始绑它。怎么绑啊？俩肩头，这是两个花，哦，两个肘是俩花，哦，手腕子是一个花，是，这叫五花大绑。对，就是五花大绑，绑好了。嗯，脖子后边插一个招子。这什么叫招子呀？里边是一根竹棍，外边拿白纸叠这么一个宝剑形的尖儿。哦哦，上面得写上为什么杀人，这人叫什么，这原因。你看电影电视剧不有这个吗？都这么写，这叫招子。是是，打脖子后边插下去。嗯，监斩人犯，嚯，大流氓于谦。我说怎么光着呢？嗯，哎，绑好插好了，嗯，刽子手这儿啊，是烫一踢，还踹一脚，跪好了。哦，于老师啪，是刽子手急了，嗯，跪下，谁让你撅那儿了？我撅着干嘛呀？你踹我，我还不就为让他们看看白不白？没听说过，我都光着了，看哪儿不行啊？嗯，刽子手气坏了啊，太白了，嗨，这还生什么气呀？嗯，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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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扶起来了。嗯，于老师跪好了。什么时候杀头？什么时候杀？得问监斩官。哦，还有一监斩官。菜市口过去有一个药铺，哦，叫西鹤年堂。对了，哎，老药铺啊，西鹤年堂。啊，对，这个门口这儿搭一桌子，有一席棚子，是监斩官得坐在那儿。哦，就固定的地方。北京城过去骂人有句话，就是怎么说？说你这病好不了了。怎么？你得让西鹤年堂那儿要刀伤药去。好家伙！这过去北京人骂人，说你是那儿砍的头。哎，要杀。哎，对，这监斩官得穿一个红色的斗篷。干嘛穿红斗篷啊？辟邪，讲究啊。戴风帽配斗篷。哦。戴一个茶镜，还戴镜子。哎，这都是辟邪的。哦，不看这个死刑犯，斜身坐着，防煞气。跟这儿。这个差人过来了，嗯，得跟大人说呀，啊，得说，时辰已到，哦，怎么办？对，这大人跟这儿一回头，嗯，整，什么的呢？整，弄死他，啊，东北大人呢？这是，切个稀碎，好家伙，招你惹你了？我这个，整死他，你呢？哎呀，把脑瓜削了，嗯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？说这意思啊？你说点专业术语不行？哎，嗯，刽子手回来。是，跪好，怎么又撅那儿了？谁呀？我习惯了，是怎么着？我起来，啊，看热闹都散一散吧，好吧？啊，对，谁？好，这几个大妈看好几天了，快走。我好家伙，我好几天就跪这儿啊！几个老太太往后退退，是挺白的。哎呀，行，老太太不回家做饭去，跟这儿干嘛？刽子手端着这口刀啊。肩宽背厚刃飞薄，杀人不见血光豪，紫薇薇蓝娃娃，霞光万道，瑞彩千条，嗯，哆了哆嗦，颤颤巍巍就过来了，奔于老师的脖子。嗯啊，嘿嘿，这是吓一跳吧？谁吓一跳？哎哎，这玩意儿能吓一跳吗？这脑袋都下来了，谁吓一跳？跪好了，跪好了。我还跪好了呢，这回是真的要杀你了啊！这回是真撅着了，刚才是逗着玩儿，啊，刚才没杀，没杀，没，嗨，给扶起来啊啊！哎，怎么尿了？谁？嗨，你看那么清楚干嘛？这都要死了，哎啊，真杀了，一刀下去，哦，于老师人头落地，他真掉了，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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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挺远，往那边去，哦，站住了，嗯，站住了，为什么？等红绿灯。哎，嗨。我这么规矩至于杀头吗？我这等着吧，绿灯啊，这人头点点头还客气，啊，过马路了，哦，扭回头来干嘛？夸这刽子手，我说好快的刀啊，嗨，我也太贱了，我也，哎，这得快刀杀人啊，要钝刀杀人就坏了。钝刀的不行吗？于老师送到菜市口，哦，扒光了，还是那罪过，捆好了，嗯，跪下，是，别撅着，哎，这都是这程序是怎么的？跪好，怎么又撅着？哎呀，撅吧，撅了就撅着吧，啊，哎，啊，你们大伙儿看吧，看够了算，嗯，啊，就是，嗯，等时间吧，是，午时三刻，是，启禀大人，嗯，时辰到，大人一回头，怎么着？整，哎，这孙子还没调走呢，嗯，整死他，嗯。
切稀碎，行了，给脑瓜子削下来，嗯呢，倒霉倒霉你手里了，嗯，整他，嗯，整，刽子手把刀拿过来了，嗯，这刀好家伙啊，嗯，这刀打秦朝留下来的，好，老刀了，就没磨过，哎呦，这刀刃都是锯齿儿一样，哎呀，哎，哎，嚯，哼，怎么着？扎脖子上了，扎脖子上了，哎呀，嗯。哎呀呵，怎么着？哎呀，锯啊！锯三天，啊！最后于老师是饿死的。嗨，我这临死得受多大罪呀、啊！我这，这就叫什么呢？说话不清，钝、啊、刀杀人。你瞧，就为解释这么一词儿，我受多大罪？嗯，我们还饶进俩人去呢。啊，谁啊？一个监斩官，一刽子手啊。啊，监斩官呢？监斩官哈尔滨呢？对，刽子手长白山的。哎，好，伐木头下来的。所以说说话要清楚。是，说相声四门功课是吧？说学逗唱，老功课啊。嗯，尤其这个唱，唱分两种，是一种是学唱，学唱都是这个说相声站在台上唱，嗯，唱京剧、评剧、唱歌、唱这个、唱那个，这算学。嗯，因为有专业的院团和专业的演员。哎，我们唱是要唱太平歌词，这是我们本门唱。嗯，这个因为这个我其实挺得罪人的。怎么？十几年前我在台上我老说这个，嗯，相声真正的唱是太平歌词。哦，不会太平歌词，你四门功课短一门，哦，不是一个完整的相声演员。嗯，确实这话挺伤人。啊，人好些人，人家不会唱，人家弄得怎么着似的。那年头我也年轻，说话也愣冲。那么就现在我这个岁数，我要重申一下，您说，我说的对。哎嗨，哎，不是你不会就是不会呀、啊，您这干嘛还重申一下？对不对？我怕他们忘了。太平歌词，嗯，太平歌词过去来说吧，反正是挺普及，但是因为。太简单了，就导致没人唱了。简单啊！他最早的时候说相声拿它招揽顾客用的。哦，你比如说我们在街上，嗯，现在这好办，您买票进来听相声。是。想当年我们就跟马路上。对，招人嘛。跟天桥啊，什么叫护国寺哪儿找一旮旯，荷花市场、石家海，嗯，大中午那么大太阳天，我们俩站在这儿说相声，怎么就有人站那儿听呢？哦，这是招揽手段。哦，你包括我们那个白沙撒字儿，嗯，汉白玉的石头碾碎了，拿手捏着，跟地上画个画，写个字儿。对呀、啊，有好奇的人站住了，看、哎、我们跟您接着聊聊几句，说相声好卖钱。是，太平歌词也是干这个使的，也是一种手段，这是技术手段，当然现在也用不上啊。嗯，我给你们唱几句太平歌词，你们尝尝。好，唱一什么呀？嗯，哦，《白蛇传》。啊，好，就捣乱去啊！叫十八摸那位大姐上前面来。谁说的？谁叫十八摸了？像于谦的媳妇儿那个。不是，没来。啊，嗯、骷髅炭，哎呦、嗯，你看这，我很感动啊！这几个，这都是我们的老观众了，一看对我们熟悉啊。啊，对呀、啊。保安给他们弄出去，快谁啊？就懂了，倒弄出去。哦、嗯啊，探清水河，哎呀。太公卖面，哎呦，了不得了！好，那你们先来，好不好、啊？谁先来？让您唱啊！好几个说的什么太公卖面啊，什么这个《白蛇传》的哈、啊。行，那我给你们唱一个单刀会吧。啊，您这人什么脾气？不能让他们猜着啊！啊，特别简单，嗯、一个上句一个下句翻着唱。他也没有乐队，嗯，顶多拿了两块小竹片儿，啊，掐节奏啊，那叫玉子板儿，是打节奏用的啊。嗯，随便唱两句啊，你们尝尝啊，嗯、来。东走扶灵，下行船，卢子敬摆酒宴，约请圣贤。那胆大黄文把书来下，下至在荆州地关羽的帐前，有官凭接书关公看，那朗朗言辞写在了上边，上写着鲁肃三顿首，约请听后来到了这边，
你若是来，你是真君子；若不来，怎称三国的将魁元？关云长看罢了，冲冲怒，骂了声：“则死你叫玉谦，狗奸贼！”哎哎哎，怎么唱着唱着把我唱出来了？我已经不会后边别的词了，真的。我觉得这个挺顺啊。啊，你唱惯了。我们都打小唱这个。嗯。于老师为了学太平歌词，嗯，在太平间待了一年多啊。我上那儿学这个去。唱完之后，于老还喊呢。啊。有不服的都坐起来。好家伙，他们坐起来，我躺下啊。刚才有那边有一姑娘喊清水河，我很感慨啊。是吧？这一定是张云雷的粉丝。对。听这个，哦，哎，这个探清水河是小曲儿，嗯啊，这个当年《智取威虎山》里边，人家杨子荣唱了几句，嗯，好多年来就是没有人很完整的唱，嗯啊，我说后来我觉得我这么好的东西干嘛没人唱呢？巧了，我也会了，就在德云社成立15周年的系列演出的时候，哦，我在这个台上带着乐队唱过一回，是是。再后来呢，孩子们学会了，我就不唱了。我这有一毛病，嗯，我唱的只要徒弟们一唱，我就撂下了。啊，你比如探情郎，后来岳云鹏学这个啊，是我学着，你来吧，挺好，就适合你这剑气郎当这劲头的啊。嗨，啊，探清水河呢，后来张云雷唱，我也就不唱了，嗯，啊。但是这些东西你看我很感慨，就是因为当年我有一次看二人转，我觉得好些个东西，你比如说正对花反对花，嗯，是不是12月探小妹儿什么这乱七八糟的，清水河这都是北京小曲儿啊，嗯，后来这都没人唱了，人关外人家二人转还保留着，我说应该翻出来唱啊，现在张云雷唱的我看全世界都是啊，唱挺火，我都快忘了啊，我咱们一块儿唱吧，好吧，大伙儿都会，这几个大姐肯定他们也会啊，嗯，试试啊，我想不起来了，嗯，桃叶的肩上尖，柳叶遮满了天，在其位的这个明啊公，细听我来言呐，啊，此事哎，出在了京西蓝靛厂啊，蓝靛厂火器营有一个宋老三，提起了宋老三，两口子卖大烟，一辈子无有儿，生了一个女儿婵娟呐，啊，小妞儿哎，年长那16啊，起了个乳名儿，姑娘叫于谦。怎么又是我呀？这里老有我。我唱别的也不灵啊，真的，我这人两大不会，一个是英语，一个是唱歌，除这俩我都行。谁说的？不是，您以前唱过歌啊？我人贵在有自知之明。您客气，真的啊？不，唱过歌，您不是有好几个大伙都熟悉的？对，哎，对，我呀，我跟你说，我了解我自己，嗯，真的啊，我这个把自己都看透了，知道吗？嗯，比如英语，我们出国演出去，我都是永远都是他们来，我来不了。我那个英语，狗听了糊涂，你听了也不明白，真的。所以说我这个人呢，我还不如狗呢吗？那是。你顺着我跟你这么说，乔治，因为谁乔治？谁叫乔治？你姐在家了吧？没有，姐穿红靴子。没事，没这名啊，就英语我不灵，嗯，还有就是这个唱歌，我那个歌唱的这比猴都难听，真的。您，要说英语我们不抬杠，唱歌大伙都点出来了，好像。大腰在冬季啊，嗯，大腰在冬季是我的代表作，后来被齐秦给唱歪了。你看还挺自信吗？这不是轻轻的，嗯，我将离开你，请将眼角的泪拭去，耶，这手势也是固定的，那是，嗯，再来一个，听这个啊，嗯，你爷爷我小的时候躺在，这就不对了，怎么不对？词儿不对，哦哦哦，我爷爷小的时候一回事啊，算我嘴欠，哎呀，再来一个啊！还有，嗯，晚风轻拂澎湖湾，白浪逐沙滩，这行。唯有椰林缀斜阳啊，只是一片海蓝蓝。哎，好，哎，我最近有一个新歌，学了些日子，都快把我唱死了，我也没学会。您这来了哪新歌？桃花朵朵开。嚯！哎，是不是唱错？是不是菊花朵朵开啊？谁说？您这记对了。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，是这歌吧？就这歌来。
哎呀，我爱上这歌了，我就是唱上就跑调。不，来着，咱们听。你们谁给我提个头啊？我在这里。怎么唱？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。好，别唱了，快快快，啊，别忘了啊，别忘了。我在这里等着你回来，等着你回来，看那桃花开。嘚儿啦没摇眼摇，嘚儿啦没摇眼摇。别往下唱了，你就这嘚儿啦，这就错了，知道吗？什么玩意儿？您这一句都不对啊！这个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，哎，等着你回来，看那桃花开。这么唱，我在这里等着你回来，哎，等着你回来，看那桃花开。哎，别别别，幺二幺啊！再来一遍，再来一遍啊！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，半句半句就够了。哎，对，慢慢学，慢慢学啊。我在这里等。你们咱们，你跟着我唱了，行吗？来来来，咱俩一块儿啊，咱俩一块儿，一带就过去，带过来啊。听着啊，开始开始，你先唱。哎，来，我在这里等着你回来，等着你回来，看那桃花开。行了。哎呀，这一带就过来了，是带过来了，是你把我带过来了，那是。可能是我跟那些个二人转的著名妇女啊太熟了，不怎么样，您学不了这。前两天那谁，前两天我瞎闹，您这，你看人家都让你唱一个，你要不唱一个吧？我去。你这玩意儿不是节骨眼儿，随时可以试啊！大伙儿爱听就唱两句呗。什么时候就老让我唱什么假行僧啊？其实说实话，我也不会别的什么歌，你知道吗？就这几首来来去唱，大伙儿也没听腻。唱吧，早晚的事啊，一会儿省得唱了。哎，对，花房姑娘，好吧，花房姑娘，一块红布。假行僧就这几个，连着唱那，假行僧啊，那我先来。唱嘚啦没摇眼摇。假行僧，你瞧我这头一句什么词来了？我在这儿，一带就带过来。假行僧真的什么词来了？谁头一句啊？啊，哦，来啊，假行僧啊，也是我字打头的啊。我在这儿。太洗脑了我这歌。我要从南走到北，我还要从白走到黑，我要让人们都看到我，但不知道我是谁。假如你看我有点累，就请你给我倒碗水。假如你已经爱上了我，就请你吻我的嘴。嘚儿啊，没摇眼儿呀，跑不出去了。不要我这甩签是吧？没有这个，我来不了了。行了，就够瞧的了啊。那天是谁教我一歌，说你一定要唱这，就是王菲的歌什么呢？我愿意为你怎么唱来这个？啊，对对对。我跟于老我们俩在洗手间我还捣鼓这个了，是吧？我愿意为你，我愿意为你啊，你愿意为我，对，我也得愿意吃啊，那个结果最后我给冲了啊。废话，可不是冲了吗？像我们这种人都是从小接受传统文化教育的。对了，所以说我对唱歌什么真不行。是我们小时候在学校里边那会儿啊，就是接触更多是唱戏。而且学校也真不错，相声嘛，它一定有京剧、评剧嘛。比如到京剧了，就送到这个京剧团，到那儿跟老师专业老师去学。是，涉及到学评剧了呢，就送到评剧院，哎，那儿老师有教，这下功夫。谦儿哥那会儿是老上京剧团，我喜欢唱京戏。好家伙，一进京剧团那，你就看出来了，就多受欢迎，这人缘好，哇就围上了。是是，扫地的王大爷。啊，做开水的赵大爷，拉大木的孙大爷，啊，怎么竟是大爷？就大爷们特别爱他，老头们都喜欢我，喜欢他。我那会儿老上评剧院，评戏，一到评剧院，一大帮
唱青衣唱花旦的小姐姐就把我围上了。你们小姐姐了？得一百多，哦，一百多个，最大的十九，小的十七。你瞧，早知道我也喜欢评戏了。嗯，他也没少找我去那会儿。那是啊，借着上那儿找我玩去，其实看小姐姐们。对，他那会儿能唱评戏，他那会儿也能唱，都学点，给大伙儿唱两句吧，好吧？然后我这。这个我到那儿就是看小姐姐们的，没怎么唱过整出，心里边是这么想的，嗯，但是你不能进门这么说呀，所以有那个小姐姐教她两句，她也唱，她会唱那个现代评剧叫什么刘巧啊，她会那个，不全，咱俩唱啊，好吗？我给你唱，我给你配两句，就来个对唱什么的，可以可以可以，行吗？听听于老师唱评戏啊，嗯，一见大婶扬长去。珠儿心中暗着急，悔不该做事太无理，悔不该对人瞎猜疑，走上前叫巧儿，我对不起你。咱们俩谁跟谁，何必太客气，王寿昌明天他要把我娶，咱到村子里头解决问题，村子里万一他不同意，咱到县里头解决问题，县里头还是不同意，咱到省里头解决问题，省里头还是不同意，我把你卖到了红灯区。哎，什么词儿这是？怎么出这词儿了？讨厌，知道吗？这词儿不熟吗？他当时唱的比现在还好，这岁数大了。嗨，没事就跑到这个评剧院这儿，嗯，名义上看我，嗯，就跟小姐姐们一块聊天，就玩会儿呗。其实我也上京剧院找他玩去。是啊，那几个大爷也挺好。是吗？赵钱孙李这几个大爷啊，好的，按百家姓排的啊。我一去，我很感动。老头们是得爱他呀，怎么又伶俐又聪明？哦，你别小看这剧团拉大幕的扫地的老头，嗯，那都是跟着戏班一辈子了，这混出来的，眼界开阔。嗯，一去了，哟嚯，谦儿给大爷正洗裤衩洗袜子呀，我当保姆那么雇过去的，这挺好。我去了，老头们也喜欢我啊。那王大爷，哦，好，你来了，是啊，好啊，你也是给咱们洗裤衩来的不？好家伙！来都是洗裤衩的，来不了大爷，我这都把着呢啊啊！这不让别人干，那是你这急急了啊！于谦蹲那，哎好，我这不是洗裤衩，我要吃裤衩。哎，那一会儿那会儿扫那戏班裤衩王，谁这哪有这名字呀？不是后来为什么他老说于老师那脸长得像那平角裤？你看啊，老头可爱啊！我教你一段，你学不学啊？你这还教呢啊？俺们教你一段，教我那个家乡的那个山东那个梆子。山东的还不懂，大爷您唱吧。有孤王坐椅子，脊梁背朝后。什么玩意儿这是？有孤王坐椅子，脊梁背朝后，这不是废话吗？啊，有孤王坐椅子，脊梁背朝后。哦，头冲上，脚冲下，脸冲前头。嘿好，走三步退三步，如同没走。啊，吃一口拉一盆儿。怎么样啊？连本都不够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，这都。大废话的全就是这个老头喜欢小孩嘛，啊，哦，哎，我唱的不好，我是济南的，我唱不好，哦，我们这个老哥哥唱的好。哦，这老头，哎，那扫地那大爷啊，啊，我是济南，他是烟台的啊，烟台的，让他给你唱一个吧。是是，烟台这大爷，哎，这是来了北京七八年了，哦，这个家乡话一点都不会学了。谁说的呢？您太客气了，进他娘的嘛上脑筋，嗯啊。为这伤脑筋死不死啊？这，大爷您教我一段吧。嗯，真教我一段，真会啊。呵，好，唱得太好了，比说相声还好玩。是吗？那是啊。那您给唱唱这段。教了我一段传统京剧。哦，桑园会秋胡戏妻，这是名段。哎，这京剧大伙都知道哈。是啊。西皮流水这段，于老师唱的是最好。你瞧，怎么又说到我这儿来了？您这。来吧于老师，咱这么着，您这跟我这不一样。那当然不，我学的是你们那个大爷，你最亲爱的那个大爷的。行了啊，那不一样，我就唱原来怎么唱我怎么唱。对，我给您唱我怎么学的，好吧？好吧，于老师先唱。好，正经的京剧是这么唱的啊。哎，秋胡打马奔家乡，行人路上啊马蹄忙，坐立在吊鞍永不忘，见一位大嫂手攀桑，前影好像罗氏女，后影好像我妻房，奔当乡前
讲七人且慢呢，做人了民的女最非常。以前我们是这么学的，不白洗裤衩。谁呀、啊？不是那教的，大爷教我就不一样了啊！山东人，嗯，山东话、山东腔、山东方言，连嘟噜都有，听起来比相声还热闹了。怎么唱呢？一唱起来这样的，这叫山东二黄。来，秋胡打马斯奔那家的里，行爷那个路啊，啥子马不停啊提啊，自音咋加了拼呢？男的都以为的音色像撇加撇也撇佛撇墨撇字又撇气呀，在前堂死了别呀，高堂的墓在后堂死了别呀，咋得起呀？夫妻们分的别大门里呀，他看我这个，我看他这个，滴滴点点点点滴滴，这不这得别提呀，都只为饭。那把我造了饭，我耳听得那个战鼓儿啊不住地嘚儿噔啊嘚儿噔，哒哒的滴滴哒哒滴哒哒，哒哒啦滴哒嘚啦哒啦滴哒。三国战将勇，手推赵子龙，长坂坡前逞威风。这不一打一那个大气腿呀，一打一那个大气腿，腿腿一腿一腿腿，腿腿一腿一清强。东国龙东一见叫则名归西呀，穷王爷一见咋龙心。心也塌风沙，头戴着五下先前蟒袍，腰横玉带，足踏草靴，拐拐杖小李呀，他叫咱回了家呀，看着母亲呀，他叫咱到了亏呀，咱回桥里呀，行也不来这在呀，上院里呀，见一位这个美大嫂，身穿着那个蓝布衫，那腰系着这个白布带，那头上别那个骨头墩，那脚下穿那个青布鞋，手把着桑戳落三尖的，一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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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落在竹林里呀，前影儿好像个螺丝女，后影儿好不像个咋得皮，奔当向前。讲起银钱之人，错人了民的女人是咋的？就这个，给谁的呀？那是，哦，给小月的，哎，来接过来。真好啊，这是给谁的？给我的。哎，您接过来，来吧，一块拿过来。嗯，嗯，哈哈哈。啊，谢谢谢谢谢谢啊！怎么没有给于老师的呀？啊，我这都在前面摆着呢。啊，于老师的人性怎么了？这是、啊。都没有这个姑娘真诚、嗯、这是刚才谁送的鸭子也是。他说小月我什么都没带，我想跟你握个手，我想让他出去，但是觉得不合适。没听见说的什么？不是，那姑娘说跟我握个手。这是谁送我师父的枕头啊、嗯、这要干什么？这别闹孩子、啊、这人家孩子这意思你还不知道吗？啊、嗯、行，我会好好躺着的、嗯嗯、这个这是桃哈啊、嗯、像我啊啊、那是那姑娘给的哈，谢谢。谁送了一屁股？这是粉色的，嗯，粉屁股，嗯，我就留着这个啊，可爱这个，特别好。今天是我们德云社这是20周年闭幕式啊、嗯，对，闭幕式特别开心，能够跟我师父跟我大爷在一起，你这在一起演出，干嘛这么咬文嚼字的呀？我得说得清楚啊。让最后一排观众都能够听得见，够清楚。我师父，我大爷啊，他们，你大爷的，大岁数，让孩子痛快痛快。什么叫痛快？我们爷仨在一起演出，嗯，其实很多朋友都说今天为什么孙越没有来，嗯，有点别的事儿，一大活人死了，那就好了。没有没有，他有点事儿。他媳妇给他生了个孩子，挺好的事儿啊、哦。他媳妇给他生了个弟弟啊、就是他。这是好事吗？这个好事儿，好事儿，特别像孙越。怎么会呢？这特别像、哦，特别像。你也下得去手？跟我有什么关系呀、啊？这里，这个态度就对，别承认啊。嗯。所以说呢，孙老师有点事儿没来。哎，赶上我们爷仨，嗯，给大伙儿奉献一段，嗯，给大伙儿，咱别说了。怎么办呢？其实我这个人不爱说，我也不会说。嗯，唱一个吧，好不好？
刚才呀、啊、我师父唱了很多，那都是小曲小调、嗯、没有歌。哦，像我们这些个九零后，我们对这个歌啊，你先等一会儿，多少他是有些个研究的。云鹏，云鹏孩子，别着，你大爷拦着你呢 啊那个，你刚才说你多大了？九零后。跟我一边大。对，去。这爷俩怎么都这样啊？你们？我比他月份大。嗯，我八零后，八零后，您是？八零后是真的。我师父七零后。我七零后啊。我大爷六零后。我六零后都不行啊，你们还要怎么样啊？我们仨加起来四百多了，开心吗？反正还年轻吧，年轻。我对歌呢，就是歌曲啊，就比较有研究。你等会儿，嗨，你对歌什么？歌曲。你那个嘴里有袜子啊？哎，歌曲啊。嗯，对歌曲有些研究。我相信六零后和七零后对歌曲呢就没有研究。你等会儿，他们也不懂。你等会儿，孩子不懂什么叫流行，什么叫民谣，哎、什么叫摇滚。我们那个年代有我们那年代的歌曲。嗯。你要死是怎么着你？我还挺爱看他这表情的啊。那个有个文言词形容你这个状态，叫“剑气浪当”。这看着清华毕业的。那是啊。嗯。嗯。有点那个。可以可以，好。这也是浪风抽的了啊，比较喜欢这个剑气浪当这个感觉。嗯，大气、嗯。这样吧，我唱一会儿吧，好不好？嗯、这个你等会儿你怎么好边？您二位就回去休息好吗？不是，你怎么你就要唱一句？您累了，您累了啊，休息吧。你先甭说累不累，开着车，开着车奔二环，然后直接到家，到家让大娘给您端一盆洗脚水洗脚睡觉。你管那么宽干嘛呀？你媳妇还给你端洗脚水呢。也行行行了，行，我也是好事啊。不是你怎么着，我就让我们回去，你要唱什么呀？就让我们回去吧。啊，我自己唱，大伙儿喜欢我，我自己唱。您也回去吧，好吧。我回去顺二环走，你大妈给我端盆洗脚水，我们仨赶紧睡觉。对啊，你们家怎么那么些水呀？嗯，行吗？别喊，你好容易你来一趟，他现在特别忙，一天到晚的啊。是。然后这个演出啊。拍戏啊，做节目啊，哈，这个好容易回来一趟说相声、嗯、是吧？对，这我徒弟里边颜值最高的了。嗯，我孩子长得肉头啊，又狗狗又丢丢啊，这词儿我都听不明白。那都是俺们上校的时候学的。哎，对，全是烧锅炉教的。谢谢。那个，你今天要干嘛？就是唱一回，唱一回你们二位就是不会的、不懂的，哎、没有听过的，好吗？哎，孩子，你别这样啊。就说现在你是挺红的了，但是我没有听见是什么，爱听这。就说你现在你是要死啊！嗯，你要说唱传统的东西，好歹我还知道一些。嗯，唱歌的话，你大爷是行家，因为你大妈在歌厅里红多少年了。你说点别，所以老提这个嘛，就说这意思啊。不让提了，大爷是不是？压根儿也没有。哎，咱们就当没这么回事啊。干嘛就当没这么回事啊？所以说你说话别太狂，孩子啊。那你要愿意唱，当然是可以了。对，我们也可以听听。对呀、啊，你唱唱、啊。干嘛让我们走啊？嗯，哎，这样吧、嗯，啊，你们回去吧。哎，不是你当着我们唱不出来是怎么？不是，就是怕你们不会丢人，这么大岁数了，我们还怕丢人？还在乎这个？哎。没有这样的，你就，嗯，唱一个你们不会的吧，来吧，听这个啊，嗯，新歌，来吧，新歌，爱听新歌，嗯，花篮的花儿香，听我来唱一唱，唱一呀唱，来到了南泥湾，南泥湾好地方，好地呀方。好地方来好风光，就别起范儿了，你们就别拍了啊！好地方到处是庄稼，遍地是牛羊。这叫新歌。有这歌的时候，你祖母还是少女呢。
你不要说的这么有画面好不好？说的有画面吗？有画面，有画面。我祖母年轻的时候特别漂亮，你知道吗？哦，就行了，行了，可以了，好好好，不要拿这个诱惑我们。嗯，花篮的花，我们吃过见过啊。啊，叔，花篮的花儿香，南泥湾。啊，南泥湾，不错不错啊，不错，听这个啊。我都轮到他表扬我了啊。你说我怎么混的？听这个，嗯，新歌，新歌。好的。一条大河波浪宽，风吹的，这倒不长狮子，这个都给抖了，说下去了。我家就有点凉掉了、啊。你看我们孩子这心理素质，冻上了也得给你唱完。一条大河，这歌叫一条大河。我也是懵的。啊，这歌你祖母也没结婚呢啊。这歌在我们那儿一分钱听七段还管饭。听这个吧，好的，新歌，期待。嗯。你祖母来了，他还站起来举手呢。嗯，我祖母挺年轻的啊。那是，你刚才说挺好看，是他吗？嗯，好。哪儿都直了，脸都直了。嗯，我师父最近怎么了？你那兴奋。嗯，再来一个吧，我再来一个。哎，这个、来新鲜的，新鲜的啊！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走，哦哦哦，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，也不停留。你会挽着我的衣袖，我会把手揣进裤兜。到玉林路的尽头，坐在小酒馆的门口。成都打有狗那年头就有这个。那你有点瞎说了。你得问问哪年有的狗。哪年有的狗？你今年多大？我32。32年了。要不我们还是走吧。姜还是老的辣。别走，再玩会儿。哎，这好好好好好。好耶！你们最好照着词儿说下。哎，对，特别想没有词儿啊，玩我好。好，这个要求我们得满足。我给大伙儿好好唱一首歌吧，好不好？橄榄籽儿唱给不是，手串之歌，不是橄榄籽儿，各花的还是素的呀？橄榄菜不是，橄榄菜拌饭的，橄榄油，橄榄油，橄榄油，哎，擦屁股的，嗯，揉后脊梁的啊。橄榄树，哦，树上有籽儿啊。齐豫的一首歌，好，齐秦的姐姐，橄榄树，好不好？什么乱七八糟的？不要问我，哎呀，好听啊，各位，我就喜欢，我每次听这歌，不要问我，我就能高潮那种感觉，你知道吗？就是特别兴奋，特别。我要不我走吧，你们俩聊吧。就你这状态跟你谦儿大妈一样，是不是？特别开心，听着啊。不要问我，哎呀。你唱不唱了？听着啊！不要问我太阳有多高，不是那个了吧？我会告诉你我有多真。不要问我星星有几颗，我会告诉你很多。巴扎嘿，哪有这个呀？我也不知道配合的对不对啊？我是不是唱错了？
反正没听出奇遇的味儿来，这个我倒听出监狱的味儿来了。啊，不要问我，不是不是，你已经唱了越狱了啊！不要问我的，不要问我，余生刘德华了。不要问我到哪里去，不要我，哎呀，找着。终于他这个玩意儿不用咱帮忙吧？不要问他，没准他唱他了，咱俩聊咱俩的吧。听着，反正咱俩得在这儿，那错不了，拿钱了，特别好听。你等会儿，别闹。那几个孩子都批评你们，别打岔，跪好了，跪好了，跪好了，没等他想起来呢。哎，跪好了，一会儿来刽子手，拿着锯，好快的刀。你别管我们，你唱你的好吗？咱们各玩各的好吧。要不这样吧，说你二位这边说，我上那边唱去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咱别在一个画面里。那是那是啊，咱俩这活也不挨着，是不是？好快的刀，听着啊。我听了刚才那个菜市口砍头那个哈，听了啊，嗯，听了。我问你，嗯，哎，田字那边出的，这还行了，苍蝇拍，苍蝇拍，炕啊。不要问我从哪里来。西游记主题曲。我的故乡在远方。女儿国，东海。为什么流浪？非数吗呢？哎，校长问你呢。忘词了吧？好好的敬业啊！流浪，差一句呢。啊？为什么流浪？流浪远方，流浪，还真差一句。巴扎嘿，老有这个，没这不够底。于老师唱一个吧，好不好？别唱，我知道。刚才于老师唱了一个《同仁堂》，其实于老师唱那个《我要你》特别好听。哦，我要就那个这，你们两口子都会啊？没有，你大妈净给我唱这个来着。大妈老说我要你来。别，今天你来，你唱，我唱，我不知道大伙爱听什么，大伙点几个，点几个，我别唱。你要问他们就是五环啊，有说送情郎的是吧？送情郎啊，啊，还有喊十八摸的啊，一定是我的同学。十八摸，要不您二位演一个好不好？反正闭幕式了，开心了，对不对？大伙儿把手机关了，来，二位演一个十八摸，来。你们这票钱都多少钱花的？这，你以为到我们学校来拖一个啊？我的天哪，我们仨完全没在一个频道。我觉得我还年轻一些。这场节目串了台了啊！是是是，五环之歌吧，好不好？哎呀！吐了，我也吐了，我也吐了，臭了街了，不唱了哈，那唱一个别的，送情郎啊，送情郎吧，送情郎好一点，好，行，啊，五环，你们会唱还让他唱？啊。巴扎嘿，哎，好了，够了。我一听这歌，我就浑身头疼，知道吗？真的。宋清郎唱给大家啊，
一不叫你又来呀，二不叫你愁啊，三不叫你穿错了小妹妹的花兜兜啊，小妹妹的兜兜本是一个金锁链啊，情郎哥的兜兜把拉包他镀金钩啊，小妹妹送我的郎啊，要要送到了大门东啊，偏赶上这个老天爷下雨又刮风啊，刮风不如下点小雨儿好啊，下小雨儿留我的郎多待上几分钟啊，小妹妹送我的郎啊，送到了大门西呀，一抬头我就瞧见了有一个卖梨的呀，我有心给我的郎买上梨两个呀，又想起身子虚吃不得那两东西呀，小妹妹送我的郎啊，小妹妹送我的郎啊，送到了大门北呀，一抬头我就瞧见了一对鸳鸯来戏水呀，鸳鸯戏水成双又配对啊，也不知情郎哥多久才能把家回呀，也不知情郎哥多久才能把家回。刚才您那个这是打压那意思，打压这不是哪位送了一袋烤鸭搁在这儿啊，嗯，挺好，好吧，挺好，但是你唱的没有你谦大爷唱的好。对，我谦大爷唱的好。你谦大爷唱的真好。嗯。您老唱那什么弄一红裤子。不是拉一红布。一块红布。一块红布哈。一块红布。很好，于老师唱一个你们爱听吗？我这怎么着让他上来让我唱你知道吗，哎，有您的观众啊。啊，一块红布哈。唱几句啊。好。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，嘿，蒙，哎呦，我错了，再来，重来，大爷，重来，吓死我了，你，重来，我以为掉井里了，没事哈，没事，那天是你别闹啊，我错了，刚才我不应该搅和了，我错了，我不应该唱了，你们管着有我呢，哎，对，这儿有我呢，你唱吧，你唱吧，你让他唱吧，别搅和，不是怎么意思，让谦儿来唱，谦儿来唱，唱得好，嗯，别闹了啊，还急了，你看他还急了，哎，就两句，一块红布啊，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，来，哎，来，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蒙住我说唱，镜头还挺好，唱啊，哎，不唱，唱啊，张嘴，再唱又到同仁堂那儿去了，大爷的新版好，我刚才新版不好，您随便搅和。所谓的版指的是节奏，对，新版就是心里有自己的节奏，对，你外界怎么搅和不能乱，嗯，这是真功夫。别新版，我还老版吧。
那别搅和了，于老师好好唱一段啊。好，哎，我这心理素质才正好呢。哎啊，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蒙住我双眼，也蒙住了天。你问我看见了什么，我说我看见了幸福，这个感觉真让我舒服。你让我忘了我没地儿住，你问我还要去何方，我说要上你的一路。就唱了这么几句，这山道。我还是真挺爱听于老师唱歌的哈。真好，师傅您唱一个吧。哎，我不会唱歌，孩子。我确实，我师傅唱歌就都是戏味儿啊。我会唱什么呀？大约在冬季啊。轻轻。大爷在冬季。大奶奶不在冬季啊。大爷在夏季。我原来跟齐秦关系可好了，自打唱完这歌，我们都不来往了。够一万人微博上私信我说缺了得了啊，这歌不会唱了已经啊。其实我这个特别通俗。来来，轻轻的，我将离开你，请将眼角的泪拭去。耶，我师父唱过很多歌，嗯，什么什么花心，什么什么那个外婆的澎湖湾，这都是外婆澎湖湾，我倒是会。晚风轻拂澎湖湾，白浪出沙滩。哎，这挺好。唯有椰林缀斜阳啊，只是一片海蓝蓝。因为这个歌，我已经当选二人转协会副会长了。他们说我唱的可有那东北味了啊，特别好听，特别好听。唱的我唱没他们俩唱的好。您客气。因为今天这个演出您也看出来了啊，其实我们自己内部知道今天是德云社成立20周年演出的闭幕式，就热闹，但是没敢折腾这么大。嗯，因为在2016年4月份的时候，就在这个剧场是德云社成立20周年的开幕式。嗯，结果这一演了一年，整个2016年德云社超过5000人以上的大型商演，我们演了是几十场，是90场还是多少场我忘了啊。然后小剧场商演是3000多场，我们不能再敬业了，再敬业就快累死人了啊。演了一年，然后到今天这个系列演出呢算是一个收科。对啊，就告诉什么岳云鹏啊、郭麒麟呢，在外忙了，演员都得回来。您也看出来了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相声大会。对，为了就是跟大伙儿一块玩一玩，热闹热闹。感谢您各位支持我们这么些年。对，江山父老能容我，不使人间造孽钱。郭德纲、于谦、岳云鹏代表德云社向我的衣食父母致敬。哎，谢谢各位，谢谢支持，谢谢。岳云鹏是我徒弟里边佼佼者，不错。为什么说佼佼呢？因为他两只脚。这嗨，佼佼者啊，挺好。这些年就算不错，我们是一步一步的看着岳云鹏成长到现在。嗯，就算有良心，这孩子就算不错，挺好啊，挺好。这个在后台啊，就我们这个辈分呢，其实并不多。德云社啊，就搁在一块儿，反正好几百人了。孩子们居多，哎，大人们少，尤其大人要是没溜就根本就管不了孩子。哎，这叫往我这儿比上。平时连高老师啊，在于老师其实是没少替我受累。您客气。给孩子们有时排练呢，有时思想工作什么的啊。高老师其实，高老师，高老师请来吧。高老师在了吗？哎，高老师，高老师来一块儿吧，一块儿上来吧。来，高老师来，来。好，高老师改查房了。高老师，得嘞，谢谢您。送水的专家啊。我也说他实在喝不了了。哦，那行。那个高峰我师弟，哎，我们仨在这行里边算是平辈。对，过去来说，说相声说头一辈谁呢？嗯，因为我们没法分第一辈第二辈。怎么？啊，这行他哪有说从谁开始的呢？他都是清朝末年，嗯，那会儿来说，皇上西太后去世了，犯国丧，哎，艺人们不许动响器，哎，禁止娱乐。你说你拉个弦儿啊，敲锣打鼓啊，都是不允许的。对，因为100天不许打家伙。嗯啊，皇上家经得起，老百姓怎么办呢？吃谁的？100天不让唱戏，这唱戏就得饿死。那是，好多艺人就上街了，不让敲家伙就清唱吧。嗯，其中就有艺人把自个儿会的挪到地上清唱，唱一段吧，或者讲个笑话。嗯，这是最早期的相声的雏形。哎，后来就并在八角鼓里边，其中有这么一种形式叫相声。嗯，后来有一位集大成者，这人叫艺名叫穷不怕。嗯，唱京剧出身。
啊，本名叫朱绍文，对，老前辈，算是朱先生呢，在这方面起了很多总结性的作用吧。对，后来说相声说得了，朱先生是咱们的相声祖师爷，哎，所以我们就把朱先生朱绍文当成第一代祖师爷，创始人。后来啊，就来了帮专家，专家们说我们查资料了，哦，资料上显示有一天朱绍文穷不怕先生走到街上，看见一个叫张三路的人，就喊了句张老师。嗯啊，那这么说张三路是祖师爷吧？嗨，其实并不准确，可能打个道，他再往上其实还能有四五辈儿，是吧？对，但是专家都说了，说这张三路算是第一辈儿，因为最早我们是以朱绍文先生为第一辈儿，传到我们这是第七代相声艺人，没错，后来就加上张先生，我们算第八代。哎，还加三儿的，你后边你说再找出几个来，我们这辈儿还得下来。哎，但不管怎么说吧，嗯，我们仨是平辈。哎，这错不了。我师傅是侯耀文先生，是喽。谦儿的师傅是石富宽先生，对。高峰是范老师的徒弟，就是范老师是范导爱。哎，去，说说就走善的你。我师傅叫范振玉，翻译过来是范导爱。哎，这没有，没翻译叫范导爱。去去去，没有范导爱啊，就是一个名字范导爱。对了，像话吗？范振玉先生，哦，范振玉先生，哎，艺术家，很遗憾，什么呀？三位先生都去世了，是这事儿闹的。哎，我师傅活着呢啊！好，你这一句话就说死一个，你这，你真是耐不住寂寞的，你看你这能寂寞吗？这个，这人你也是，你说话得负责任。好的，这话应该下礼拜再说。哎，就活一礼拜啊？啊，没几天了。你别许给他啊！我说多了，到时候他讹你也是事啊。哎，我也后悔了。反正老先生们。不多了，哎，这个希望我们的相声前辈们都健康一点，那是能够给我们留下一些个好的资料啊！太棒了，一块合作这么些年了，其实实话实说啊，您讲，他们哥俩比跟我的私交更好一些。哎，我们住的近，他们俩近，马路这边那边，对，俩楼，有时候于谦没事拿望远镜啊，就行，别提这个，又来了似的，看高峰他们家睡觉，那没这么回事。一进后台，我看着于谦坐在那儿这样，怎么了？愁眉苦脸，有心事。谦儿，你怎么了？嗯，谦儿不会理我，我跟他不过这。去去去去，咱们弄一没面子，有买卖没交情，非得高峰来。嗯，一屁股坐旁边了，怎么了？跟我说说。嗯，谦儿一抬头，满脸愁容啊。高峰，跟我说，咱们是亲哥们儿，就是好哥们儿，是给对方舔伤口的。这比喻多好。你到底怎么了？就是于谦儿，痔疮。哎，去。前面这铺垫的多瓷实，你看见没有？一会儿我再进屋，看于谦儿欢蹦乱跳。哎，对他好了吗？是技术不错。哎，去去去，还行。演员这什么的台上他都说你这玩意儿。高峰坐在边上，嗯，对呀，我等着舔我呢，这是。高峰，你怎么了？嗯，可是别咂巴嘴了，挺好，尝尝，挺好。他们哥俩好，谦儿也愿意给高峰花钱。是，谦儿家里也有钱。哎，别提了，在北京大兴边上有个地儿叫李贤。哎，有这个地方，他趁六十亩地，您听听，地里边种着好多动物，种了种着好多动物，种了好多植物，哎，养了很多动物。您别搁一块儿说，那很厉害啊，就是很厉害，尤其是挨着庞各庄啊，种了好多庞各庄的西瓜。您那是产这个，想当年那是给皇上进贡的好西瓜，了不起的东西。好家伙，这西瓜自打一滋出芽来啊，于谦就撅着地上看着，嗯。一直等到收获，好，我也太气迷心了，这个他都观察观察观察，哎呀，后来接了瓜了，嗯，只要一接瓜，谦儿就愁死了。怎么？我发什么？要来个鸟夸，拿着嘴一牵，这瓜就裂了，糟践了。怎么办呢？定个木头，挂个草帽，意思是吓唬这鸟。哦，这儿有人。开始行，后来不管用了。嗯，鸟明白了。那是，后来这木头上挂个破衣服啊，得更像一点啊。开始行，后来不管用了。就是。最后看出来于谦有钱了，怎么呢？就这六十亩地，嗯，买了一百多个充气娃娃，好家伙，都码在西瓜地里边，哎呀，跟活人一样。这回，哎呀，鸟不来了，连河北省的流氓都来了。哎，好家伙，对，鸟不喜欢这个，那把地踩的那个结实，挺好，来俩鸟挺好。高峰爱上那儿去，对，哎呦，哎，好。我冲那娃娃去的，是冲他去的。冲，哎呦，这么些小动物喜欢，哎，喜欢动物。高峰也喜欢动物，就是高峰喜欢动物，有点喜欢的丧心病狂了，都快。哎呀，我就是爱他，已经到了顿顿都得有的地步了。哎，好，我吃了他，像话吗？跟于谦说，我想养动物，养吧。我能放在你这儿养吗？他那宽敞啊。啊，想养什么呀？
我想养个猪。您别乐，我属猪的，宠物猪。对，我想养一个。于谦说养吧，嗯，买一个来，嗯，买一个我也买一个，嗯，咱俩就伴一块儿。你瞧，这俩家伙连猪都不放过，这叫什么话呀？一人买一个猪，哎，两个，两只猪买回来了，是了啊，买回来俩人看着猪傻了，怎么分不出来了？一边大，啊，花都一样，这哪是你的，哪是我的？这得分着，还得说于谦聪明啊，拿刀瞪这猪耳朵，刺儿，意思是你那个俩耳朵，我这个一只耳。啊，靠这么区别一下，把这个炖炖吃了吧。啊，好家伙，主要是这位背着耳朵，嗯，猪受得了。转天来电话了，嗯，高峰你来一趟吧。干嘛呀？俩猪打架，这把那耳朵也咬去了。是他看着生气呀。嗯，俩一只耳，高峰去了，这怎么办呢？谦儿拿刀，刺儿。嗯，你那个一只耳，嗯，我这秃猪。哎，对，没耳朵，成河马了。嗯，转天来电话，你快来吧。啊，现在俩秃猪了，嘿，又咬一个去，净打架了。就是去了，这俩猪都没耳朵啊。于谦拿刀刺儿，这是把尾巴切了，也换换口。嗯，哎，光吃耳朵腻了。你那个啊，你那个猪有一个尾巴，我这猪没有尾巴啊，无尾猪。转天打电话，快来吧。嗯，这俩两头齐了。哎，对呀，到那儿一瞧，这俩猪都没耳朵，都没尾巴，哭哧模样，分不出来，哭哧猪。那嗨，哥俩抱头痛哭，分不出来，分不出来呀，急得切了，哭了40分钟。于谦乐了啊，嗨，怎么着？黑的是你的，白的是我的，就这么分的。